大家能够来参与这场论坛。那在论坛开始之前呢，我们先做个广告。今天我们有带这个我们今年出版的《迈向永续繁荣》，还有一本叫《读物星球》。那在这边的话，你这本一本320，不用出运费哦，因为你就可以直接带回家。那《读物星球》一本150，啊，那个漫画是法国很知名的漫画哦，应用在六亲是非常妥当的。就是他在讲说未来的世界，可能我们都要生活在每天要戴口罩，然后孩子不晓得什么叫草坪，不晓得什么叫树木，哦，好，那我们这本，哦，那如果说有要买的话，就到那个最后面那个跟我们同仁正齐的拿。好，那这里就传阅一下。那我们现在请主持人，我们的理事长吴坤玉先生来开场，谢谢。